恭喜咱们唐嫣罗晋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。而在维也纳办完婚礼后，两位新人也是马不停蹄赶回国内，毕竟还有一堆工作要忙呢。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，两位新人看上去状态超好。同样的鸭舌帽黑口罩，唐嫣灰卫衣搭配红色格子裙，罗晋长大衣帅气十足。不过大概是怕有媒体提前蹲守，在他们出现的第一时间，六个保镖便齐上阵，而两人则一路紧紧牵着手，一言不发，甜蜜也是要满意了。根据提前了解的情况，唐嫣罗晋跟剧组的假只请到今天，所以这是马上要开启工作的节奏了。而且剧组也是分隔两地，看来小夫妻要暂时分开一阵子了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把蜜月补上呢。